现在咱的囝儿也已经落土，你有向我讲过，咱夫妻缘分已经成立，但是我但愿你是凡间人，要你永远跟我做伙相依相随。现在帮我感想，已经定向要如何是好？圣庙啊，圣庙，你这是爱我何苦？现在也是有错的，我的家里，家是宝，算是宝。如果你那是会转我的辛苦病，这个该死过后。